来，今日这台1361995年的318玫瑰，伊的刹车灯有哦，时好时坏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应该是迄个动顶的开关害。但是吼，白同学主要拢是用维修 DIY 的精神，我等下要教各位网友要那个分解哦，全部花的钱连一块都不用花。来，开始，来先试打洞。来，阮这个专业技术伫遮，哦，你嘛打洞落去有无？诶，不会亮嘛？来，多踩几次，回转来个打。哦，好，OK，安尼确定伊的刹车灯开关下课。好，来，开始要来 DIY 啊。来，接下来就这个螺丝拆开，这个拆开嘛，下面这个拆开。那这个我刚刚因为我一手在弄不好用，就拉起来。啊，你怎么落去时阵我都是用一字起，后来敲开之后，用手，然后你往后扳，哦，拉就拉出来。哦，然后拆开就这样子嘛，啊，你就慢慢的给它扭出来。我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卡榫，注意这个很容易拆断。哦，一般的话就是从这里先拨出来，然后减少手部晃动，安尼就摕出来。来，接下来刹车灯开关就是在这里。啊，一般哦，刹车灯开关咱咧摕下时阵无，咱拢以为是对内底有无？事实上，伊这个调就简单，你只对边啊，这个十号哦，你用迄开口的扳手把它转开，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十号的开口就这样。哦，那么紧，来，啊，转。好，来转转转，好，打开了，起来。它这螺丝先放着，然后把这个线拆掉。来，这一颗是刚刚那一颗坏的，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把它敲开，就把它省略，因为很难拍了。然后敲开这里啊，顺顺开起来，伊内底有两只弹簧。长得这个样子，两只弹簧，还有弹片，这个弹片，啊，正常它就是弹簧会在里面嘛，啊，会在里面，啊，它会推动，啊，推动的时候，伊就是会去压住着，啊，就会通电袂通电。那想要研究一下，来，咱原厂的这个开关分解料的构造就简单嘞，就这样子，两个弹簧，然后你有功，它是跳不起来的话，就大部分就弹簧疲乏，我们把它拉长一点，哦，它那个弹回去的力道会比较大，它也作动原理，理解？有可能这来这接电无，这里有脏的，哦。哎，对，近一点。哦，这个我们等一下用那个钢壳把它洗一洗。哦，对，这样氧化的，哦，把它清清的，来。清完了之后。恐龙油，往这个接触点把它喷一下。这个一般哈，我是习惯喷完之后，大概再用这个 air 钳把它喷一喷，才不会那么多。我伊即马你甲看，伊即尾导电性的变加好啊，它这个点，但是另外的话，保险起见，我们下去把它抹抹的。细的电抹抹，好，抹抹料，这个放进去。我看这个方向，我看这应该是，
应该是怎样的？我看一下。勾进去了嘛？哦，它也作动原理，来，咱开始来看，就这样。啊，我知影，伊这个断，哎，这个无解，这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，我知道这个原因，时好时坏这个原因的。正常这里有一个放弹簧的地方，你要这样子。这样子，阿姨平常现在接触不良的是，你放进去嘛，你这个会去压住的，有的时候它就不会动了。这弹簧要固定等于我，你只要有两个插销，这插销嘛，哦插销，另外一支叫等于你有看，所以咱不要用这个，哦这个。该切了断，啊，不然插嘞，就是变成这一只，好、哦、来，哦，就截断这样，这个嘛，我、哦、把它截断，加热，我们就先火烤，你较近的较紧啊，较紧，啊，你角度调好先，哦，来火烤，然后瞬间进去，哦，好了，这个片就好了。哦，你看这个长度是不是跟这里差不多？但是哦，这个换掉嘛，要等你啊。这一只我们等一下会把它打掉，直接再装一只上去。哦，你看，做剪影啊，不呀，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点个快干保护。来，我们接下来这一只它也会咬，我们直接把它打掉。哦，你看。然后之后长度大概我们怎么比呢？来，这个长度另外一只打掉了嘛？打掉的话，我们就是长度也比好了，哦，大概这样子。震的时候你会喷掉的，所以用这保险锁的。好了，这只就出来了。尤其现在天气还蛮冷的，它在降温很快。你角度会当切较起，它会当嘿安尼看，安尼较好看。今日请这个助理来帮我翕这影片，会比较好用。要不然白同学一只手根本没有办法去弄这个动作。来，好了，加热进去，好，一次就搞定了。哦，你看，这吼敢若看袂输咱做假喙齿的拍的牙钉有啊，蛮好玩的，一只两只，啊，那用起来是伊打伊无啥叮当有摄影师我若安尼过，你着帮我看，因为那个镜头看不到。哦，这两只固定弹簧的这个插销，哦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这里会点快干加铁粉，哦，等一下为大家示范一下。像我提安尼话，你也较贵，我当然知啊。要不然，我要哦，这摄影师讲的袂爽呢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示范那个点快杆加强的部分。然后要用进前，咱都要喷那个清洁剂 WD-40，所以这要先清洁，要不然它没有办法固定。哦，先清洁。风枪。拢打的时阵，哦，铁粉，啊，铁粉怎么来？你们就自己想办法。我要放少许，哦，少许来遮放落，哦，放好。这个不能太多，不然会烧不起。铁粉，
快干长春呢。用快干很小心，要戴眼镜，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冒烟。好了，有点太多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清掉就好了。哦，当你要别凝固的时候，应该用掉。还有刚刚打地基的感觉，这个我们现在再打掉就好了。然后回来换这一边，好，换这一边。太大了，颗粒太大了。好。OK。好了，咱即马这甲清了有无？就是不该上架的地方都清完了哦，直接放进去。这个碰碰的有无？向外靠。啊，伊个做动有无？伊个开关，它、啊、压下去的时候，压下去的时候也开开，哦，伊个变成开开，安尼导通。来，咱即马。分解要倒腾去，啊！即两块弹片我发现着拢有做好老，我家点快干，哦，啊，然后这两只有的时候伊若跳不出来哦，跳不出来时，你就家伊我等的，哦，就这样，大概这样子，啊，你怎么扛住呢？哦，插回去。然后伊只有一个插销哦。对应这个，把它放进去。摄影师角度给你瞧着，好了，好，再来，进去啦。好，对，都我们在测试哦。你这个翕着啦。以前哦，拢做爱抢镜头的，好，来个来。啊，因为这边固定，这边固定的，哦，正常爱开嘛。哦，拍摄伊这管顶我咧等行程。咱一般刹车你无打时，伊个刹车踏板是跳安尼嘛，它会盖住。啊，即马你刹车踏板，你如果打落时，伊就多反方向开开，伊就开始机啊。哦，往这边。哦。好，装上实测。来，这么咱整好啊，要上车啊，开始来测试。来，打落，棒，打落，棒，连续打五届。好。